我刚才会觉得那猪头很帅，完全被他的光芒闪到，我是白痴吗？这是哪里呀、啊？难道这是上天给我的惩罚？为什么在这么绝望的时刻，我会碰到这个全世界我最不想见到的人排行榜第二名的家伙？趁他还没有发现，我要赶快飘走。嗯，好凝重的表情哦，跟平常那个眼睛长在头顶上，动不动就教训我的敦厚脸完全不一样哎。算了吧，不关我的事，还是赶快逃跑比较好。谁？请等一下，可以耽误你一点时间吗？他来跟我说话了，不要吧，我只是一只迷路的公鸡耶！你这个站在演艺圈金字塔顶端的巨星，干嘛要找一只公鸡说话？对不起，我好像吓到你了。嗯，我知道这样子很奇怪，可是我实在找不到人帮忙。帮忙？难道他发生了什么事？请帮我一个忙好吗？嗯，如果我帮得上忙的话。是不是可以跟你借一下你的手机？手机？对不起啊，我没有带手机。谢谢。我只不过说我没带手机，他又马上变成那张世界末日的脸。你是要打电话吧？如果你要打电话的话，外面有公共电话。我不要打电话。不是要打电话，那……难道是……不是上下的上，是和尚的上。麦克，你不说不说，这是谁？你要上网查哦！我知道，你是不是剧本有看不懂的地方，所以想要上网查？不是，一定是像你这种人哦，会遇到问题一定不敢问别人，对不对？所以想要自己上网查。没有了。My God， 人非圣贤，谁不会有问题？你遇到问题就大方承认嘛，安娜，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就说不是嘛。你再怎么否认，还是骗不过我的。你只是在用笑容掩饰吧。把这个新闻卖八卦怎么看嘛？蹲他脸丢脸要丢到火星去喽！被我说中了，就算你的笑容可以骗过全世界，你也骗不到我的啦。你的笑哎，其实是一种掩饰。当你想要隐瞒什么，或是说出一些恶毒的话的时候，你就会露出那种灿烂的笑容。也就是说，当你的笑容越灿烂哦，你的内心哦。我惹火他了，他这么生气的表情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怎么知道？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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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因为太讨厌你了，所以才故意这么说的。我跟你道歉，对不起，你不要生气了。哼，哈哈，哈哈。嗯，真好笑。这是第一次有人会当着我的面跟我说他讨厌我。你这个人真有趣。他这个笑容跟平常完全不一样，这是发自内心的笑。
你不生气了？嗯？为什么？你刚刚不是真心道过歉了吗？我没必要生气啦。好成熟的想法。而且我也有错，想尽量掩饰自己的缺点，模糊别人的焦点，这样是不对的。承认了吗？他竟然承认了吗？相较于他，我骗你的那个男人，应该就是你一直想要报仇的那个人，对吧？要你管！看来我猜对了。我却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失败。就是这里，跟我对戏的演员会说，他已经查出来那个人说的全是谎言，不用理会。这个时候我就会问，大哥他为什么要骗我们？嗯？那你就照剧本这样讲就好了。问题是我搞不懂，他手上拿的那本经文是什么？经文？什么经文？你看这里，一本正经。他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拿着一本正经，应该是那本正经让他能破解了大哥的谎言。就是这我不懂，这是一本什么样的经啊？我必须要知道，才能揣摩要用什么样的情绪来回应他。这个人是有毛病，头壳坏掉了吗？刚才手机还有电的时候，我有查到《金刚经》、《四十二章经》、《阿弥陀佛经》，还有很多其他的经，可是就查不到任何一本叫正经的经。我正想再搜寻一次，可是手机就没电了。哎呀，我快憋不住了。你现在是在笑我吗？没有啊，没有啊，怎么会？啊，绝对没有，没有。那你知道我说的这一本正经吗？其实，不是一本佛经哎，这是一句形容词，跟佛经一点关系都没有。哈？一本正经呢，是形容一个人态度很严肃，没有在开玩笑的意思，跟正经八百，跟正经八百意思差不多。哈？这样吗？哼，你是外国人哦。怎么连那么常用的成语都看不懂？我又说错什么了吗？小心！我现在却连这个小小演出机会都抓不住，我真的有可能走到那个跟他一样要远的地方吗？你把头套拿下来吧，会比较好。啊，不用不用不用。拿下来不是比较舒服吗？被开除了，所以这套戏服我想要再多穿一下，要不然以后就没有机会穿了。如果你执着这份被开除的工作，那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往上爬的。像你这样的大明星怎么会懂我的心情？你又没有被开除过。我有被开除过啊。你也哦？我大概被开除过，不会吧？他是敦贺连呢，
我一直以为他是一出道马上就走红的那种，没想到他有那么不堪的过去。你还在数？真的太多了，数不完呢，可能有二十几次吧。那时候我才刚进演艺圈，人很不成熟，桀骜不驯，不听导演的指令，常被换角。你不会是为了安慰我才这么说的吧？二十几次耶，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凄凉的过去？怎么会凄凉？不会啊，很珍贵的经验。如果没有那样的过去，不会有现在的敦贺莲了。啊、哦，原来你在这里哦，我找你找好久哦。哎，这位是？这是我的朋友。朋友？我是他朋友。一向独来独往的人，也会有朋友。杜，要排练了吗？哦，对啊，大家都已经就位喽。OK， 先走喽。拜拜拜想把你眉头给揉开拜拜那些喜欢你没有跳白其实我看出来都是因为爱捣乱你越放弃爱情爱情越靠过我到底在哪不管地点长和时段你胡乱想要虚谢谢你随他左右摇天空他不是去排练了吗想起就刚刚我好像忘了对你说，谢谢你，你帮了我一个大忙。奇怪，我的心跳怎么跳这么快？我要回去排练了，拜。拜。这不是他平常那种虚伪的笑容。